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宅男鸿飞，我现在在吉林省长春市，这个位置呢是在长春市火车站旁边的一个杭州路吧，这叫杭州路，对，又到吃饭的时候了。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不是很饿，不是很想吃东西，但是又必须得吃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现在又下着雨，这两天这一排全都是吃的，但是我又不知道我想吃什么，边走边看吧，看看有什么我想吃的。兰州拉面，昨天吃了不吃，烧烤我也不想吃，然后驴肉蒸饺、包子铺，再走走，看一看六元手擀面，也不是很想吃。杭州小笼包，继续往前看看。别说，这里吃的东西还挺多的，一路上都是，全部都是各种小吃，还有家常菜。一个人炒菜好像有点尴尬。这边全是宾馆，这边全是小吃。刚刚从那边走了一圈过来啊，我发现，哎呀，还是吃这个吧，手擀面吧。确实不知道吃啥了，好像这里有像那种快餐似的。我开始吃什么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啊，你好。这是套餐式的是吧？有那种套餐的饭。还有打卤面、汤面。给我来个这个卤肉饭。卤肉饭。对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今天的晚饭，卤肉饭套餐。这个卤肉饭套餐是16块钱，一份饭，一份汤，然后这个是饮料，红宝来，红宝来好像是视频的吧，视频的饮料，是2块钱一瓶，这个好像是苹果味的。好了，开吃了。既然还有这个茶叶蛋、卤蛋嘛，卤蛋还有这个榨菜，哇，很土豪。姐还有饭吗？能给我拿两份吗？饭呢？这样你不是买吗？